对五岁大声帮咱来电话，抓起咱的聊天来做电话，交互咱牧师来电话，伊的信息是耶稣较好的，也是代表咱牧师。在上帝话，咱做伊来用信息450，恳求上帝赐我祝福，啊，咱因为话题好无好，咱两斤两只就好，好吧？382首，第四节第五节，咱做伙来进行奉献。差真济啦吼，啊，大概因为今仔天气啊，忽然间吼，拢暗来吼，啊，不过咱礼拜中间吼，嘛搬厝过吼，礼拜一半搬厝吼，因为吼实在太大，从不过今仔看起来应该还阁好势吼，应该好势。啊，欢迎第一遍来到咱教会吼，咱特别啊欢迎关于郑牧师娘吼，伫咱的中间吼，今仔母亲节啊，伫咱的中间咱欢迎伊吼。唔知咱中间有第一遍来无？无吼。OK， 啊，咱今日呢，啊，是国节母亲节特别呢，感谢张牧师啊，以对圣经的话来教示勉励咱，啊，了解好多吼。啊，你知道全世界吼，中国啊，用这个孔子学院吼，叫做孔子学堂吼，到所有的世界国家，啊，这国家吼足爱的吼。想讲我这孔子学堂来吼，不但啊会当多物件，搁钱搁来呢，
总是呢，现在开始发现唔对啊啦，因为这个物件是咧做政治的统战，我咧洗脑的啦。所以今仔日有一个消息讲，水电第一个将所有孔子学堂全部拢赶出去啊！这个国家因发现讲，我这中共吼，这利用这款的孔子学堂吼，啊，其实唔是咧甲因教育啦，吼、哦，是咧甲因的囡仔洗脑，吼、哦，囡仔洗脑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所以。啊嘛，世界真侪国家开始都发生这个问题，尤其这边呢，这边中国这个肺炎了后，哦，伊佫较清楚，讲原来中国是遐尼恶疾啦吼，啊，所以真侪，啊，这吼，这袂输大战，这袂输世界大战吼、哦，所以这个疫情若过了吼、哦，大概后边吼、哦，你知影战后吼、哦，战后拢爱清算啦，吼、哦，爱割地赔款吼、哦，挂土地啊赔款吼、哦，啊，这吼、哦，大家即马开始咧向中共吼、哦。那有真正证据吼，啊，中国可能吼会做食力的啦，吼做食力。不过呢，不过咱台湾还真细腻吼，因为伊会制造另外一个危机吼，啊，来将伊即马目前危机来扛过吼。所以求上帝特别保守咱吼。啊，咱中间有真侪妈妈吼，啊，祝福大家今仔日啊，一个母亲节快乐。当然呢，我们做事实要定定吼，定定孝顺老母啦吼。啊，我叔叔礼拜有等于高雄看我的老母啊，木孙的妈妈吼，啊，细吼都啊，当木叔讲伊啊，细汉的时就无老母伫身躯边啊吼，啊，你像我即马吼，六十几岁啊吼，啊老母我都伫身躯边吼，啊，即有时阵嘛是真吃力呢吼，吼啊，较早过会当通电话吼，即马吼，电话耳孔无听伊啦。电话安那爬到拢无，吼、哦，要等于厝内砸锁匙去甲开门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电铃安那刺激都无效吼、哦，所以才是每一个拢爱孝顺老母吼、哦，啊，做无事你就知影一世人拢有好哩流浪啊，啊，所以我听人讲吼，啊，人到母亲节时吼，实在心内拢真艰苦啦吼，当做不好做安尼吼，啊，总是尽咱的所有啊，父母啊，伫个时阵好好友好吼。哦啊、来啊！咱有定伫六月十四日要举行新任的职事就任，啊，请新任职事、安永中职事、啊，第一轮职事、毛卡勇职事准备心，啊，请啊，这为着因的辛苦、因的家庭啊，特别来代祷，互因平安心来就任吼。啊，有分伫教会的事工。啊，第四项的报告，较等礼拜三，我要请咱的小会员啊，毛长老啊，甲啊，洪志长老吼，刘波吼，啊，今仔日呢？今仔日啊，教会有准备一份足简单的礼物吼。啊，这因为咱的教会你知影吼，差不多当年啊，咱啊母亲节啊是讲其他的节日啊，咱唔是像有教会讲啊准备足澎湃，食饭啥拢无啦吼。啊，因为咱感觉讲迄是种的较浪费啦吼。啊，因为咱逐礼拜拢有点心的分享吼。啊，牧师特别准备啊一挂。啊，予咱老母一个小的礼物尔吼，啊，祝福大家啊，通遮个妈妈啊，即个母亲节快乐，啊，身体会通健康，上帝祝福啊，伫咱甲咱个家庭吼。啊，咱顶礼拜红个报告啊，请咱家己看吼。啊，若是即个小数目有啊错误，还是名写唔对，哦，啊，请你啊，甲咱个财务长落调长落来甲伊讲哦。时间分担啊，这礼拜咱来讲到是当牧师，下礼拜要请关于正牧师，苏辉、洪志长老，下礼拜请美容执事吼。啊，读圣经啊，这礼拜金树姊妹，下礼拜是李玉姐、焦太啊、李玉姐啊、郭执事、奉献啊、明慧姐、碧霞姐，点心的奉献啊，今仔日是苗明长老，下礼拜是吴南兄啊，点心准备啊，李弟姊妹，下礼拜是林秀娥姊妹吼。啊，以上为报告。多谢牧师的报告，咱刷接来吟上吟诗歌395首，致诚之悲愿感谢你。今时刷要请东方的牧师来祝祷，请咱起立，咱来吟30段首。致诚之悲愿感谢你。
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听从伊的圣洁的感动，甲恁弟弟对即时起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下次。来，各位兄弟，咱稍等下点心，因为咱这個，咱一人一袋啦，吼，咱家己摕，啊，来去下咱，安尼较卫生嘛，吼，咱就这个姊妹叫来分。啊，第一个母亲一个礼品，也是咱请这同工，啊，就是叫伊来发到大家的妈妈。咱的聚会到这。我讲话。